真实信实的神，不管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我们的一生道路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也相信神带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我们，神带领我们也乐意赐恩给我们，赐祝福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先来一起来念以赛亚书30:18-29，然后我们一起念：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你们必歌唱，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阿们。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神更是我们喜乐的神。我们今天一起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我们愿意一早向我们的神来欢喜来唱歌，因为我们要将我们生命所经历的一切的丰盛来到神的面前数算神的恩典，并将神当得的荣耀跟颂赞归给他。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我们先来同声开口，我们真的是献上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来感谢神，好吗？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赞美神。哈利路亚，主，感谢主，在天地当中，我们相信你是有心，是的，神，主啊，你真的是乐意施恩，也是你也是等候我们，因为主啊，你等候你的儿女一个一个回到你的面前，就像父亲等候孩子，就像那样的期待，主啊，天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天父的爱真的是向着你的属神的儿女来展开。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耶稣鼓励我们，真的让我们来选择你，称颂你。主啊，因为你是等候我们，知道我们，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在道路上面，主啊，你是我们心中的恩典，我们相信你是真正的喜乐的神，就是他将万民千古家中的全部记下，好让我们在一切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被神来雕塑，被神来建造。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的器皿，来到了我们的救主的面前。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一个等候我们的神，你是一个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相信西雅图灵粮堂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是一个等候神的生命，因为我们所等候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阿门。是的，我们真实的神，主啊，你等候要施恩给我们，我们等候要来迎接你。阿门。阿门。主啊，谢谢你是那位从古到今都不改变的神，你是永远信实的神，你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阿门。是的，主啊，你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你是，你的信实长存到永远，你的信实，你说过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就是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来等候你，你就必赐福给我们。阿门。是的，主啊，我们等候你的旨意。主啊，当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的快跑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必要引领我们，你也为我们预备道路，让我们在我们往前行，不管是北边的福音中心，或是我们个人在灵命上面的追求，求主你真的将那丰厚的恩典赏赐给我们。阿们。主啊，你丰厚的恩典要领到我们，主啊，你对我们的旨意，主啊，比海沙更多，而你是那信实的神，主啊，所有一切，主啊，你对我们的一切美好的计划，主你必亲自的来成就。阿们。主啊，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你要加力量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等候的当中来寻求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不走在你的前面，主啊，当你旨意显明的时候，我们就紧紧的跟随。是的，主啊，我们从老到少，我们就是喜乐的心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来称颂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儿女。阿门。凡从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从信实的神所生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一生有欢喜快乐的平安，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在主你的恩典当中站立，主啊，你也在每一个小组里面真的是激励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真的又礼上加礼，恩上加恩，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有确据
为神你是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一切公义的神。神你是我们公义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带着确据满满的信心，开心快乐的确据来到你的面前。我要高举我们的手，我要赞美你，我要相信你，我们要求告你，我们要走进你一切的丰盛里面。阿门。主啊，谢谢你做我们的磐石，有不动摇的神，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有根基的。主啊，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喜乐，主啊，在你面前来寻求帮助。感谢你，赞美主。弟兄姐妹们，好不好？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为我们的族裔、跟我们的青年、跟我们的儿童们，我们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让他们从小也跟随一个信实的神，知道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要放下那个真理的磐石，引导他们，使他们一生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唱歌。这段时间一直在读这个沙漠记下，看到大卫被扫罗追杀有十多年的时间，终于他脱离了这个被追杀的年日，他终于登基做王了。如果你有跟随我们的 podcast 的话，你就很快就会看到，在第十八章里面，他写了一首赞美的诗歌，来称颂耶和华带领他走过一切的困难。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诗篇，第十八篇三十一节哈，这其实也是，大卫在沙漠记下这个二十二篇里面写的同一篇的诗篇，这个诗篇在这个圣经中出现两次，说明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诗篇 ，Amen。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十八篇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还有四十六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第四十六节，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阿们。大卫经历了过十多年的艰辛，他终于靠着神成为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的君王。他的经历让他知道神是他的力量，神也是使他完全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经历过跟随神的一个路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知道神是活神？所以我们从心里就可以发出一个赞美，然后像大卫一样来呼喊说，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 Amen。 我有经历过神的引领，
经历过一切的高山低谷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来祷告，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带领，让我们从他那里得着力量，也来检视我们每一天的所行所言，让神能够用他的律法，用他的典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大卫经历到这样的管教，他的行为不是最终完全，但是他越来越靠近一个完全的地步，就像神一样，神告诉我们一样，他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必须完全。所以弟兄们，我们就是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愿我们每天能够更多的来亲近神，让神的力量领导我们，让他的律例典章，让他的命令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完全，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大卫的经历，主啊，让我们明白，主啊，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主啊，我们其实蒙了你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你是救我们的神，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在我们好像无助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来依靠你，能够站立在磐石上被你来建立。哈利路亚，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主啊，求你更多的来引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活神。都来，主啊，来遵从你的名，知道你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阿门。是的，主，我们要来遵从你，我们要来追寻你。主，你是我们的神，主，你是活神，主，你能够以能力束我们的腰，你能够使我们行为完全。是我们的活神，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应当被人所称颂的。所以我们愿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即便是在困难在逼迫当中，我们都不忘记主你是帮助我们的神。阿们。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也告诉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是会有高山低谷，会有风暴，会有海浪，但是主啊，我们虽然经历到不容易的这样的途径，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帮助。阿们。阿们。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因为你永远坚立，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你来得胜。主啊，我们的你是我们灵魂的锚，主啊，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哈利路亚。阿们。主啊，你的名字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高举起来，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来思想大卫的一生，思想主啊你对大卫的应许跟带领，我们也相信主啊你做成在大卫身上的生命也必要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阿们。是的，主啊，你在圣经里面的从旧约到新约，那样多的这个属灵的伟人就好像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主啊，你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相信你，让我们来信靠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应许绝不落空。你鼓励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就是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阿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见证，能够来见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好让世人能够起来欢呼，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可以信靠的，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世界的盼望。哈利路亚，让我们勇敢地去传扬你的福音，因为你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
我们也是同样软弱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没有自己的义来夸口，我们单单夸口耶稣基督的公义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来呼求，主你的能力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相信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大声地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心为完全，主啊，是你用能力来使我们的腰，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挣扎里面，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在我们的不堪里面，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来拯救我们，主啊，让你的赦免的慈爱来把我们从大水中拉拔起来，主啊，让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能够越过自己的软弱，越过自己的无罪，越过我们自己的限制。一个人沉睡，全家都要沉睡，一个人信主，全家都要信主，一个人服侍主，我与我的一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在你的面前来祷告，做一位得救信心是全家在你的时代，就是我们怎么停留在自己的追求里面，所以我们要站出来，我们要吐出脱口，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全家来祷告。你可以超越时间空间，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来到他们的身边，是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来感动他们，你可以这个时候就呼唤他们的名字，就让他们能够听见牧者的声音，听见牧羊人的声音，就转向你。哈利路亚，是的，让我们全家都要来侍奉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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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神是一个好神，阿们。我们的神是一个活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确据，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祈求就会怎么样？得着，就会得着。我们寻找就会怎么样？寻见，就必寻见。我们叩门就必怎么样？开门，开门。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定睛仰望那一位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要定睛仰望那一位吩咐我们要祷告的神，因为他乐意帮助我们。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接下来最后一段我们要祷告的，我们需要祷告神帮助我们来达成这个大使命，来成就神给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是每一个世代，是今天临到你也临到我的一个使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18-20，来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世代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个就包括了，不是限制在，包括了去传福音。我们的大使命不是停留在传福音，传福音呢之后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做耶稣的门徒，受洗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还要谨守遵行耶稣的每一句话。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做的很多，除了外展，除了传福音，还有受洗，还有神话语的教导，这些都是走在大使命里面。 Amen, Amen。 今天我们教会走在大使命里面，我们要全部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走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多少人想到说，哇，这个使命太大了，觉得自己
己好像不够的，觉得自己没有口才，觉得自己懂圣经懂得不够多，觉得总就是别人都 OK 就不是我的，有没有这种人敢举手一下吗？哇，好勇敢啊！感谢主，感谢主，勇敢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神就必帮助我们。其实在这里，神给这个你们要去之前，他说了一句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不是因为我们有口才，不是因为我们多厉害。这里的唯一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谁？赐给了耶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Amen。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哈利路亚。阿利路亚，帮我们一起来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就来开口来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开启，看见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所以我的家人，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整个教会都可以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就来相信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来相信，主啊，我们来宣告，主啊，我们要来看见，主啊，我们要来明白天上地下都我们要来转眼定睛在你身上，主，我们要来相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你，所以我们可以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因为你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啊，你的权柄是大过这一切的万有，因为创造天地宇宙的神已经将权柄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将这权柄赐给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好让我们能够去为你来完成大使命。阿门，阿门。是的，主啊，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不仅赐给了耶稣，耶稣也胜过了死亡，战胜了死亡，所以仇敌的一切的谎言不能够来限制属神的儿女。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能够带着主给我们的身上的一切的权柄，我们可以去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做，做耶稣所做的事情，甚至要做的比耶稣还要大的事情。阿门。是的，主啊，因着有耶稣与我们同去，我们就可以出去传你那美好的福音，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阿门。主，我们要去为你来做见证。主，我们要去到这世界，主，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把这些世上的灵魂，把他们拉拔，从黑暗进到你的光明国度里面。阿门。主啊，让我们有个刚强壮胆的心，因为我们有你的权柄。主啊，因为这福音本是你的大能。主啊，我们相信真理必要让人得自由。主啊，让我们主啊，为你来出去来传扬福音，愿你的福音带给世界有平安，让翻转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是的，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的权柄大有能力，因为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我们所传的必能够见证你所说的道。我们也相信，我们所传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语，都能够来触动人的心，翻转人的生命。我们也相信，当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耶稣，不管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见证主你荣耀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这时我邀请你们，如果可以站起来的话，你们找两个、三个握住彼此的手，或者是把手放在对方的肩膀上，为他来祷告，让他也能够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变成一个成为一个荣耀的神的子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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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在那里去，我们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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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